要跑，要跑，我只要你们，我不要妈妈。燕儿。这是谁呀？这是我家孙女孙玉川。哎呦，比身份证上的证件照长得漂亮多了。来来，到这儿来，到这儿来。来来，到这儿来。你今年多大了？20岁。今年20岁。你刚刚进来的时候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不要。我不要妈妈，我只要我舅婆。你不希望妈妈来看你吗？希望。为什么呢？妈妈来看你不好吗？没有为什么。没有为什么。珊珊出来说的那几句话，我们听了之后其实感觉心里特别心酸。因为我们也从小看到她长大，也觉得她太可怜。人家每个小孩都有一个美好的童年，那一直都是一个没得一个童年的，无依无靠的。这哪像个20岁的姑娘，真像个小孩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上天的一种眷顾，让他停留在这个世界，忘却所有的那些的烦恼。舅公舅婆对你好吗？好，在我生病的时候救了我一命，然后还花钱养我，照顾我，带我看病。那你能为舅公舅婆做点什么吗？平时洗衣服。你会洗衣服啊？扫地。会做饭吗？可以照顾他们，孝顺他们。珊珊要向舅公舅婆告白是吧？要有话向舅公舅婆说什么？那接下来咱就好好说好吗？来，你站这儿来。来，舅公舅婆站在那个圆圈里。好，接下来是珊珊的告白时间。生病的时候救了我一命，谢谢你们。本来日子过得挺不容易，还要花钱养我，照顾我，还带我去看病，花大把大把的钱给我买药，到现在也没有停。你们宁愿亏待自己，从来没有亏待过我，谢谢你们。在我爸爸走了以后，我妈妈都不要我了，你们还愿意照顾我，不嫌弃我。我没有读过书，也不会说话，但是我希望你们晓得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什么妈妈。以前我生病的时候是你们救了我，给我治病，我才慢慢长大，慢慢懂事。没有你们我可早就死了。你们不要给我找妈妈了，我不要她，我这辈子只和你们在一起，永远。以后我会照顾你们，孝顺你们。在我眼里，在我心里，舅公舅婆比妈妈好。舅婆不要给我们找妈妈，我只要你们。那首歌最爱的品种，我不是王子也会拥有我的。这孩子的病好苦，就把不得把你抛弃，就把人就把有一口饭吃都要了，都要救你，都要给你治病，就把买钱借钱到借你都给你治病。他都不会随地扔垃圾，他放兜里，
而且刚擦的不是眼泪，是舅婆的鼻涕。每次受伤的时候，天上的云朵为我的流泪。节目录到这儿呢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舅公和舅婆对于珊珊的爱是溢于言表，也希望能够尽自己的所全，能够为珊珊将来的生活做好一个很好的铺垫。那么今天珊珊的妈妈还是没有来，你想对着镜头对她说点什么？我想如果说珊珊的妈妈现在还在电视机前看到这个节目，我知道你再婚也不容易，你有你的困难，有你的家，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你付出什么，只希望你多来看看他，给他一点母爱，哪怕是站歌卖替，去东拼西凑去借钱，我们都会把他的病治好。就我们走了以后，这个孩子有一个家，有一个归宿，过上一个正常人的日子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心愿。我们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，我们等待你，欢迎你。